大家好，我豆壳。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展示一下后院里这个门的这个做法。我后院里这个门啊，就说是那个进后院的这个粪屎的这个门，我用的是双开门。双开门有什么好处呢？一，它看起来外观呢，比较大气一点，这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它的实用性比较强。比如说是你后院里要来个 barbecue 炉，大一点的，你这个搬起来比较方便。或者呢，当你的这个粪屎做完了，你的这个，也入住了，突然有一天你觉得，哎，我想这个 landscaping 改一下，或者我想这个，挖个小坑做个景观，或者呢，运几块大石头过来，或者栽几棵树。这个时候呢，如果是单开门，你进出啊就比较有困难。但是呢，如果是双开门，一般的这个机器啊都可以进去了。下面呢，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双开门是怎么来实现的。
算了，好高，实，我转桶了，哎，转错了。 最后一步，再走啊！啊，你这边转过。 谢谢。
错。在做后院这个门的时候，这个师傅特意的跟我讲，他说你的这个外墙砌的真好，因为什么呢？你看这根靠墙的这个木头，从底到上，整个都是直的，一点变化都没有。